就是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面像有小星星一样，一闪一闪一闪 的。是的，还是人吗？2月16日，有网友晒出吴京的访谈汇总，吴京真的蛮可爱的，直男癌吗？谢楠说吴京眼睛里一闪一闪的有小星星，吴京这还是人吗？哥你真是直到没谁了。钢铁直男不得不说谢楠很有眼光，直男虽然直但也是很懂浪漫的。吴京第一次看到谢楠长发，老婆我想再追你一次，也说了一句让我挺有感触的话，他说老婆我要重新再追你一次。这样的直男有朋友吗？吴京大概表示不服，没看到我朋友很多吗？包括我老婆谢楠，战狼的男人作揖。早在2010年，谢楠主持综艺最佳现场，嘉宾是吴京。面对家庭婚姻的问题，吴京反问主持人谢楠：“你结婚了吗？有男朋友吗？”你结婚了？没有男朋友。节目现场顿时爆笑，简直就是相亲现场。当聊到当下审美的话题，被问到如今大红大紫的偶像组合 XO 时，吴京坦率地表示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并问华少这些人是男的女的。不料这几句谈话却在网络引起了激烈的讨论，有网友大赞吴京真性情不做作，不愧纯爷们儿。